杭州富阳中和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97年，坐落在美丽的富春江畔，是一家集产科研一体化的净水机管接件、PE 管线和水路板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还是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和国家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秉承以产品质量为基础、精密制造为导向、科研创新为后劲的宗旨，在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坚持产品质量向零缺陷迈进，着力打造中国品质，确保产品立于行业领先地位。2009年，中和公司董事长许宪忠先生带领公司技术团队开始专注于研发快速管接件，经历了上万次试验，具有完全自主创新产权的埃泰格牌快速管接件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举填补了国内高品质管接件市场的空白，成为了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认证的产品。得益于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综合公司成功替代了进口洋品牌，成为了美的、格力、海尔等国内外优秀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随着公司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订单量，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客户，提高产能要求，我们有更多库存材料辅助生产。由于面临现有的库房储存空间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的调研和评估，决定使用摩德纳公司的自动货柜，借助于自动货柜充分利用高度空间的优势，在有限的库房空间内最大化的储存和管理物料。公司于2022年9月开始使用摩德纳的4台自动货柜储存半成品和成品等物料。4台自动货柜占地的面积仅约60平米，但是提供了超过800平米的有效储存面积。自动货柜的运转模式实现了人检货物到货物到人的转变，订单所需物料可以根据操作直接送到操作人员的面前，大大节省了人员走动的时间和距离，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为了对库房做到更精益和科学的管理，我们公司使用自己的 ERP 管理系统管理整个库房，并与摩德纳自动货柜集成，所有的取料订单通过 ERP 系统自动传输给摩德纳自动货柜。摩德纳自动货柜在接收到订单以后，经过操作人员的确认，可以自动执行订单命令，传输订单中包含的所需物料，并将执行订单的结果反馈给 ERP 系统，自动更新 ERP 的库存，做到系统账目与实际账目的统一。我们为自动货柜配置了货位激光指示系统，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锁定拣选的物料，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摩德纳自动货柜配置的功能非常丰富，而且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目前自动货柜运行稳定，货位指示系统准确可靠，控制软件的集成实现了存储的订单化管理，实现了库房管理与生产的自动化衔接。摩德纳公司在苏州总部的售后服务人员和备件保障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无后顾之忧，因此我们对设备的功能、售后服务都是非常的满意。杭州新起点橡树科技有限公司是摩德纳的长期合作伙伴，根据综合电子的特殊需求，专门设计了摩德纳自动货柜的解决方案，大大呢节约了仓储面积的同时，也兼顾了快速节选需求，结合了货柜的那个托盘尺寸以及软件的功能，最终满足了综合电子的存储需求，实现了智能仓储的升级。